大家好，这里呢是我们的库拉索芦荟种植基地。这个芦荟呢，很多评论区问我它能不能吃，今天我们来掰个叶片尝一尝。掰芦荟叶片呢，要从它的根部切个小口，在这个地方吃着一个按一捏，就会掰起一个芦荟大叶片。这个头部的位置再把它切掉，就会大的芦荟。切开以后呢，它这个芦荟的切口处呢，会留出这个大薄松。